出去了，不，他家又咋的？都不然懂我呗，大哥了。懂我。懂你说啥？没人疼。啊啊！我还锻炼出来，懂我了。你吃啥吃呗？不吃啥？啥会给你不能？昨天在这儿有块吃饭，昨天吃的不着几点。啊啊啊！你吃点肉吧，你吃肉。行。看着没？有菜，生菜。我吃啥？他那牛肉丸炖，夏季炖啥个那牛肉丸？上次买了那老胡子，就那那个滨海路的老胡子丸。胡子那他小胡。你别人走，他都不吃。咋的？你能吃多少啊？买一份。然后买水豆腐来，一盒水豆腐，可是，你买大块的，大块的。我给你买那个鱼，你吃不饱。当然啦，那种粉的、混乱的那种鱼，上不过的。你整不到啥东西了？整了个小饭锅。他溜了回家吃了多少个？那炒了吃了不多少？不想吃炒的，我好吃辣的。一会儿吃了两门肉。Thank you.